澳门国际美食之都嘉年华将于6月14日至23日在渔人码头举行，希望吸引旅客和居民到场体验澳门旅游加美食，展示澳门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平台优势，擦亮澳门国际大都市金名片。活动设三大亮点活动，包括国际美食大道、美食之都厨艺展示及澳门国际美食论坛，集结近30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代表参与，是历年来最大型的国际美食文化活动，为市民旅客带来美食厨艺展示和澳门国际美食论坛体验，同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及澳门特区成立25周年。